我寻思这怎么那个天上那个给我那个啥，老天爷眷顾我，我没带声卡出来，你就逗我玩，你就，哎，这叫啥？想的太美了。嗯，我才到家，才回来。想的太美了，不应该这样。这样开不开这个灯？这灯开不开？开不开这个灯？这样呢？这样好看吗？开不开？开不开那个灯？是什么动我的脑？想要翻过山峰，在乌托邦里穿梭，没有人能打扰我，早已做我的王国。开着呀。戴上耳机，在我脑海里面寻宝。再见了，我的年少轻狂和莽撞。再见那个夏天，为你快乐心跳。那是乐否呀？不是，有的时候灯光还蛮重要的。不知道咋整。我不会被你的一句话放弃了自己，被打倒在地。爸妈的从小就教育我，无人适合隐藏我的脾气。看开灯就会白一点，亮一点。脚步被乱了，失去的、错过的、落魄的，全部都过去了。放下吧，算了。以前的我也很堕落，耶，浪费的时间都被埋没，耶，躲在了角落，太懦弱，机会偷偷溜过，我只能被抓住，耶。还有木小板，大家的焦点，耶，所以要把目标定得遥远，耶。漫漫的长路向前跑，做一首歌来当做我的消遣，耶。没有，最近我出差呢，在外国。天平女是不是射手男的克星？不知道，这我还真不知道，我没接触过射手男。前进的轨迹，一步一脚印，把经验都堆积。抚平了伤口，调整状态。我打出了漂亮的回击。明明是女生，我却活跃的像个痴汉，是女孩子是吗？欢迎 Star，Hello。说什么懂我的诺？想要翻过山峰，在乌托邦里穿梭，没有人能打扰我。这不是新家。这我出差在外地，在我朋友家呢。谢谢 Star 的墨镜，欢迎球儿 ，Hello， 大家晚上好。欢迎独行，电商啊，这也不是电商啊 ，Star 是萌萌不？给我整懵了都。不是三亚，没在三亚。天平女望双子男，是的，欢迎鸭子。西安，我不是啊。西安咋的了？来疫情了？Oh baby, I love you, I love you every day. 永远的心动，没有压力 ，no 回味。沈阳四弟，上海、西安、北京也疫情了吗？那我还
还能走不？欢迎 star。 北京也疫情了，那我过两天走还能不能走上啊？呀，我最喜欢这个礼物了，这个戴着好看。谢谢 star 的，请你回家。No way way， 昌平区，我在朝阳，应该没啥事儿吧？欢迎 Simple。I love you every day， 永远的心动没呀呀零 ，No way way， 真黑就心就黑，能为黑变明黑。爱你能教我幸福一世纪，感激遇到你。欢迎猫猫，是猫猫吗？是猫猫吗？感激遇到你。啊，怎么那么好听？但那个嘉年华还没有完成任务。回呀，我过两天回，我忙完就回去了。我今天去那个哪儿？我今天去环球影城了。我以为就是我是下午去的。我给你们说一下攻略吧，你们就趁周一到周五想去的话去。还好，我感觉还好，别期望那么大。然后我是下午4-5点进的园嘛，我以为会玩不上了，我先拍拍照得了。我去那个点正好是很多人往外走，我就直接进去我就玩了。每一个项目我基本上排了也就10分钟吧，就全玩了，把那几个好玩的全给玩一遍。最好玩的是那个过山车，过山车是最好玩。紧接着是我看一下啊，霸天虎的过山车那个一定要去玩，新加坡的我没有去过。欢迎鸭子，那个叫啥？最好玩的我感觉是霸天虎过山车，然后第二好玩的是火种源争夺战，第三个好玩的是哈利波特的禁区之旅，第四个是侏罗纪世纪大冒险，就这几个比较有名的，反正我都去玩一遍，没怎么太排队。我就花正常的入园钱，正常的入园钱是500块钱，好像没到500，400多。欢迎 star， 欢迎我的亲。我5点玩，我还得走啊，我里外里就玩了2个多小时，还得拍拍照。我没排队。我没太排队，因为我去的时候大部队已经往外走了。现在不炒那个 VIP 门票，炒到10000多块钱吗？就顺着走，顺着人走排队，每个项目也就10分钟就差不多了，我就玩上了。没必要买什么直通车呀，什么 VIP 票呀。 VIP 就是有人带着你玩。我没有，我是花400多买的票。还有 star， 400多还是把那几个都玩一遍，挺好，挺不错。风吹过我的头发，
柚子。Hello， 好久不见。